拜拜。学长啊，这首歌叫 Sage 呢，你知道吗？跟那个跟某一个特战英豪的特务哈、哦、名字一样。我觉得需要跳过，嘿，需要跳过，不然的话没钱，没钱搞掉这些混蛋。吼吼，你把声大 TV 面放在这个位置是什么意思？放在这里有效用。故障会因为你放在这边，他就过来纠缠生他 TB 面吗？我不这么认为呢。还是总感觉你这个方法好像有料，不知道试试看啊。因为毕竟我们都知道他会出现嘛，我们都知道生他 TB 面是会出现的。那这样的话，确实也是需要有一个靠近路边的，靠近路边的这个生他 TB 面。可是哦，你这种方法，我只会觉得你在乱玩。你这种方法感觉上是在乱玩。下那个失传已久的这个礼物人战术，哎，礼物人战术，我听说啦，你们之前有人说那个无限模式的时候，什么放一排礼物人哦，应该会很有帮助的，就来看看是不是真的如同哦大家众说，哎，就是大家所说的那个样子哦，就来试试看这个礼物人战术。有泰坦影响人欸，不错嘛。
这个泰坦礼物人哦，明显是拿来给我当肉盾，我是要拿来当把它当肉盾用的。哎，奇怪啊，刚才不是水上可以放啊，现在怎么又不能放了？刚刚不是水上可以放吗？傻小啊，怎么现在又放不了？哎，我真心怀疑说礼物人战术是不是真的有用，有点。学习玩家啊，依你所知，礼物人战术是不是很屌？对，他丢金色礼物会扣很多钱。哦，所以泰坦礼物人是最强的，是不是？但他金色礼物有几率，就反复丢就不丢。广告记得帮大家看完哦，感谢各位啊，又有广告了。不会这样说，代表说后台又显示。可以啦，你的泰坦影响人虽然说看起来很帅没错啊，但是他也很容易被击晕。哎，泰坦影响人很容易被击晕，算是他为数不多的缺点。你也不用因为大师讲说他容易被击晕，你就把他撤掉啊，他还是有一定的作用啊，你知道吗？至少他站在那里，他还是有在输出啊。然后那个我的泰坦礼物人就不至于会被波及到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也不用撤掉啊，说实在，除非你想要换一个更好的，换一个更好的单位之类的，如果有的话，你可以试试看啊。反正我们现在就是在这个混蛋之岛哦。哎，这个复活节彩蛋新增的地图啊，专属地图啊，哦，这个混蛋之掌，我们在测试说最好的打法是什么啊？我现在就是不小心的使用出了礼物人战术，哎，礼物人的战术，以前我不会这样用，说实在，以前我不会这样搞，以前我都是泰坦放其他的，不会放一堆礼物人。刚才看了一下，我发现到，哎，这个伤害力是真的高哎，这个泰坦礼物人的伤害力是真的他喵的高哎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学习玩家？
如果你放一整排的话，基本上道路都被他们占了。你看这个是被我当成那个挡箭牌的，他负责来当坦的那个，负责坦的那一位。现在需要一个主力啊，现在需要一个主力。我现在就是要存钱，存到四万多块，四万多块，然后四万块给他升级，至少要有一个等级三啊。有了有了有了，可以了。然后等一下，我打算哈，我有个打算是我要把圣纳提妹妹移到传送门门口这边，我可能会把它移过去，因为我在想故障冲出来的时候，它一定要被拦住。故障如果没有被拦住的话，很危险，会很危险。所以至少要把故障，让故障哈可以去纠缠着圣纳提妹妹，这是我的计划了。不然故障是一个很大的隐患，很大的问题。故障出来的时间是45到50波嘛，所以现在还可以啊，现在应该还没什么问题。等一下应该还是有机会可以移动神拉提妹妹，因为我现在是担心说一个神拉提妹妹可能不够。应该不够，万一没有拦住的话，基本上就完蛋，基本上就等于是完蛋。哦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，还可以再升一个。其实升搭 TP 面之外，我还有两个盾牌啊。可是刚才有鉴于盾牌刚才没有拦住，没有拦得住故障，所以我在思考说会不会是需要更多啊，需要更多诱饵。我有在想这个问题啊。如果真的需要更多诱饵的话，那估计应该升搭 TP 面我可能要移个位置。那个故障马桶人哈，他只会去纠缠那些人形单位，他只会去纠缠人形单位，所以你放泰坦，他是不会去纠缠。Yes， 李富翁，你有看到吗？我看到故障死掉。刚才那个是故障吧？他死了。而且44波就出来了，什么意思？我操，44波就有故障？不会吧？我很确定刚刚那个应该是故障吧？不确定啊，可是他死掉了。还可以再赚一个，还可以再赚一个。有了有了有了，
三个这个泰坦现在的人等级三，哦，这样应该稳了。哎，保，我靠，保安卫浴，哎，一大堆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看那个损血量，我刚刚还想说奇怪他怎么损血。不要不要不要，不要再自动跳过了，等一下停下来，别再自动跳过了，很危险的，危险的，危险的，别自动跳过，别自动跳过，小心一点，他那个烤箱一大堆啊，这种烤箱血就超多了。不过仔细一想，你们之前那边讲说什么，这个不要再自动跳过了，你是傻。你是傻蛋哦！我说不要跳过，你是没听到。还是你在拼什么时速啊？拼那个最快完成混蛋之岛的这个成就是不是？叫你不要一直跳，你是哎哎，还是他会自动跳。这个混蛋之岛是不是自动跳啊？你看我自动跳过，我已经关起来了。他是自动跳过是不是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前塔卖一卖啦！妈的，赶紧！我看得出来，我看得出来，我看得出来啊！他自动跳，他是自动跳。那这样的话齁，赶紧啊，赶紧卖掉前塔，已经50波啦。啊，这个游戏，等一下，这个模式是不止50啊。不止50波早说嘛，对不对？不止50波早说嘛。啊怎么没歌了？靠腰放歌啊！哦吼，你还真会选断线的时机耶，不错嘛。有两个，有两个故障。靠背啊！故障，故障，故障！靠背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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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跑过去了，怎么没跑过去？啊，我怎么没办法放啊？部队太多，我放了谁？哦，我知道，我多了一个。故障刚才是出现两个，太可怕了，这个关卡太可怕了。他真的，他这个混蛋之岛是真的难，他跑出来一大堆那些复数的，然后血量都超厚。看来真的是需要那个礼物人啊，礼物人战术是真的屌。血水玩家啊，这最多60波吧，是不是？如果这个最多60波的话，那我们应该有机会，应该是有机会。我不确定，我这个人是不会太过自信的，所以说我不确定。60波最后了吗？这是60波最后了吗？是不是啊，全球玩家揍你！复活节兔子，复活节兔子，看起来真的最后了，最后。
我确定是最后了啦！这兔子他妈的！快点，快点，快快！有救，有救，有救，有救！我把那个移到后面去，我把移到。兔子，兔子，哎，复活节兔子，你死定了！我告诉你，你死定了！哎，有救，有救！这个，哎，礼物人战术有用啊！赢了，赢了，得到徽章，复活节2024事件，恭喜恭喜！